文件会所属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筹备处主办，台湾汉唐乐府、法国甜蜜回忆古乐团携手合作的《教坊记》，于12日举行底台定妆记者会。文件会副主委张玉腾、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公兴、奥斯卡金像奖设计大师叶景天、甜蜜回忆古乐团团长与汉唐乐府艺术总监陈美娥均出席，向国人介绍这部酝酿10年、筹备2年的跨国大制作。《教坊记》是汉唐乐府第一次跟法国甜蜜的回忆这个古乐团的一个跨国性的合作，它的可贵之处就是它把我们汉唐的乐舞跟文艺复兴之前法国的乐跟舞把它做结合起来，然后又筹备了2年，最精彩可期。这部由南管乐舞汉式名画《唐人宫乐图》与《唐人岛恋图》转化为立体的当代剧场之作，犹如让距今1100余年的画中人物跃然眼前。《教坊记》将于10月17、18日在魏武营281展演馆举行高雄预演场，而台北首演场则将于10月30、31日。在国立故宫博物院1楼的广场演出，此剧不收门票，欢迎民众一同神游于中国绘画艺术的雅趣当中。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